画面就长这样哈，直接点下去，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就填到这边来。那假如说呢哈，我除了说刚刚只有写一行程式嘛，直接在按钮上点两下，会跳到这里面来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还做一件事情怎么样？我希望哈，除了把上面的字填到下面的 label 之外，我还希望呢把 label 的颜色，前面的颜色改成比如说红色的好了。 那我要怎么样动态的改变？比如说我字填过来之后，然后把颜色改变。那颜色改变呢，实际上这边就牵涉到有点像我要把这边用属性里面去更改什么，它的 full color 的里面的颜色值而已啦。其实，那只是说呢，我程式该怎么撰写？其实哦，你要慢慢习惯，就是说它的撰写方式也非常简单。你就直接第一个，你要针对的是标签，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呢？ 打一个标签的名称，就是LBL name，有没有这个它的ID嘛？那点下去之后，它会秀出什么一堆，这个其实就是上面它有的属性，或者是它的方法。那其中我要找到的是它的属性叫 full color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 full color 我就找到有没有？你打一个 F， 它就自动会出现。所以一般你只要不用记全称，你只要记一个开头，然后按一个 Enter， 里面的颜色等于什么呢？ 等于红色，那其实红色的话呢，它已经系统里面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类别啊，这个类别就是自动帮我显示那个颜色。那自动显示颜色啊，各位稍微记一下，有一个叫 system 啊 ，system 这个类别，这个 system 已经预载了哈，系统里面有的点里面的话会有个叫做 drawing 这里面的话呢，它的里面有一个底下有个 drawing 哈，然后点一下之后的话呢，你再找一个 color， 好 ，color 点下去之后就是颜色，那你就找到红色的话，你就打一个 R 就可以了，好 ，red 就可以了。那其实如果你后面这个假设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啦，假设哦你这不知道，其实在那个 Visual Studio 很聪明，你游标移上去之后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就已经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情了，有没有？ 你游标放上去，它不是会出现什么呢 ？System 点 Drawing 点 Color， 那后面就是你要取得的颜色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这边把它点，把它输入上去之后，按一个结束，按一个分号之后，再把它全部储存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将来我就按一下按钮之后，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，它会做什么事？把这上面的资料放到这里面来，并且换成红色的。好，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哦。执行起来之后的话呢？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输入一个文字啊，比如说一样啊、哦、Terry， 按一个确定，你会发现有没有这个字填下来之后，哎，果真有下来，而且颜色也变成红色。那当然这边还可以做很多变化啦，比如说你按了确定之后，还可以做别的，比如说字可不可以放大，也可以啦，反正你很多的变化，它只是针对什么？针对属性上面去做改变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范例呢啊，最后把这个 浏览器关这个把它关闭，关闭之后它就回来了。OK，所以如果回去的话，第一个哈、哦，恐怕你们假设说要先了解的话，手边没有书，请你先在家里把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个 Visual Web Developer 这个先安装起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了解一下基本的控制项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控制项，如果你都了解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对 ASP.NET 你就可以掌握得很好了。 不过呢，当然也有常用的，也有非常用的。你常用的话，你就是说呢，了解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比如说 label， 那这里面有哪一些标签？其实有些标签不常用，不过你至少要知道颜色前景的部分，就是从 full color 里面去做调整。那里面的字就是 text， 好，那至于其他什么，这是宽度嘛，啊 width 啊，那有没有显示等等的？我想这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。